2020. This is the end of the year celebration hosted by Universal Education and Multicultural Exchange Association Incorporation, or UEMEA. If there is any emergency, you have to follow the graph here. You have to follow this evacuation route, turn left and right and left, go straight to the front, to the ladies and gents toilet. It's on that corner too. Just turn left and right and turn left. Start by acknowledging tradition, custodian of the land on which we meet, and pay respect to the elders, past, present, and emerging. Today, I won't be acknowledging everybody because everyone is our distinguished VIP guest, each and everyone here. But what I want to do is first I ask Stanley Chu, the venue host, to say a few words about Fourth Monkey, person who owns Fourth Monkey, that is Stanley Chu. Please welcome Stanley Chu. Thank you, Louis. Three Monkeys 三只猴子咖啡在布里斯班第一个咖啡厅正式就是比较 serious 一九八九年就开始，1989年我第一任女朋友带完这个音乐会，哪一个？第一任，不知道，那就不要问。然后，所以在布里斯班啊，住了那边长大，我很多人都很好的回忆，大学生啊、高中生啊都会来这边喝咖啡，然后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趣味场所。那很可惜那个。 三只猴子退休了，他们退休了，所以我就有个机会，因为我认识房东，然后我就把它砍一下。那我们全部重新装潢，因为30年的这个装潢也都不好，所以我们全部重新装。花了我们6个月的时间。那我们这个风格是比较是有点像那个丛林这种风。那我们的鸡尾酒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研发的鸡尾，外面都找不到。 那我们应该之后会继续比赛，那我们应该是会蛮有信心的，因为我们的那个 bar manager 很厉害，非常厉害，他是这边其中一个这个有名的这个 bar， 我给他挖过。那其实这边比较是西人的那种场所，华人去吃东西，洋人去喝酒，所以来这边就是要喝酒。那有年轻人都喜欢喝鸡尾酒，那我们也有啤酒，我们啤酒都是一些外面买到的啤酒。 我们特地挑的一些比较特别的酒，那待会我们我可以带大家去逛一下我们一个小小的包厅在楼上。那当时在做这个装修的时候，我就想说啊，这个好不容易搞了一个这个可以吃的场所，所以要招待一些朋友，这个聊天啊、会议，所以我们在楼上我们有个小小的，不过只有6个人，只能容纳6个人，所以待会再带，可能有几个看过了，但是。 待会再带大家上去逛一下。那希望今天大家吃的OK，能够简餐，我先讲，我们是简餐哈，那最主要是喝酒。好，那很感谢大家的光临，谢谢。好，谢谢 Stanley， 谢谢您 ，Thank you Stanley for your wonderful introduction。 下一个下一位呢，我们要叫阿伦成发表一下。阿伦成 also showing the video presentation 那个，Please welcome 阿伦成。最后 ，Thank you， 谢谢大家光临。那么今天除了我们 UEMEA 的全体的同仁，我们还特意邀请了一些嘉宾。这个嘉宾有律师，有参加方法，有我们兄弟协会的，我们这里协会的一些前辈。 那么大家都能够一起来，那非常开心。那么在我讲之前呢，我想我们先放一个视频，简单的回顾一下，在这今年我们 UEMEA 做了哪些。那么接下来我再走一下。来，给你的接力棒了。来，好，也感谢我们的今天的地主啊。
非常漂亮的地方，我一进来以后一直在讨论这个，这个古色古香的这个原始，非常好，非常感谢。然后呢，这个太阳很好，太阳喝了你的那个黑珍珠的诱惑，大家没事赶快去喝，那个也不错，那个也不错，非常感谢。再来也感谢我们的那个。 Brisbane的华侨界的常青树啊，非常感谢。我们的这衷心祝愿哈，大家在座的每一位，2023年哈，生意兴隆，财源广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祝福大家，谢谢，谢谢，谢谢唐家人，谢谢唐家人。下一位我们叫 Peter 庄永兴，杨姐地方。今天感谢今天，被邀请而且拿了奖，刚才。 这个地方，万里以后真的非常好。我觉得以后我再陪我过来。听说又风格特别喜欢，所以说山里的眼光是蛮厉害的啊。再接着这个阿兰，阿兰看您的分享回顾，我感觉不完整，很多地方也都做了很多，赞助了很多活动，对吧？普林社做了很多事情，还有反正朋友圈很多很多忙，他都没有写。所以说，优米啊，是一个。 多元文化的一个代表，希望这种多元文化呢能够发扬光大，顺便借着多元文化说起来就是我们就是我们要追主流啊，但是呢我们如果我们做得好的话，我们就是主流，对不对？哎，就是我们首先我们要融入主流，然后呢完了用我们自己的特色，用我们自己成为主流，这是我们的目标，对不对？啊，好，接下来谢谢。 所以，比武摇，比武摇，谢谢。礼物是什么？来，好，拍一下。我的手很巧，录个内。啊，是我的。是不一定要手，一定要手。谢证书啊！谢谢你，阿伦。谢谢你的福贵卡。 他富贵卡，但是富贵卡，他但是呢，他非常默默无闻的做很多事情，给学会呢也做出很大的贡献。嗯，哎，表示感谢你啊，谢谢。今天晚上董东还是他在回去的？对呀、啊，今天晚上。对不对？优米的所有事情只要叫就来，所以一直兢兢业业，也为优米做了很多。谢谢你，决定。 下一位是Cruz王，王哲，中文是王哲，英文是 Cruz， 大家看不到，但是呢，这个音响啊，宝藏，他是做很多的事。啊，对，这里地区地方蛮熟的，对。OK， 那么董东中文是叫什么？不知道，嘉禾，嘉宏。 董是姓董，也是为多元文化做很大贡献。谢谢您，庄永兴，他是福隆社商会会长，山东商会会长，山东商会的会长，也是谢谢上面这一年来我付出的对优米的支持，谢谢。 然后Simon唐家威，哎呀，谢谢唐辉达老师，感谢，罗卢正，老罗，谢谢老罗，谢谢老罗所做的贡献，谢谢你，对。 Catherine Lee， 谢谢你 ，Catherine。Eva Chu，Eva 是 founder 那个 Blue Carbon， 英文总监，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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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帅哥，加红是吧？可能就是这个。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你哥，薛若王也是住在这里的啊。薛若王是从台湾来的，台湾出生的。好，谢谢。那么下一位，身体健康，然后步步高升，发大财。 多多帮忙，我们今年我和王真呢都非常的荣幸，我们就开了我们的律所，然后我们团队也是慢慢的逐渐变得更亲密、更大的团队，所以希望2023年可以荣幸为大家服务，谢谢。 再来一遍。我们办公室是位于966 Logan Road Holland Park， 欢迎大家来做客，喝咖啡或者是去喝巧克力。那你专业呢？律师行里面是做什么的？我们主要是家庭法，还有遗嘱遗产，还有卖房买房都有。都有。好了吗？谢谢。 那么下一个，哪个主席支持我？今年我公司在业务上有一些小的进步，最重要是拿到公司一些我们在做充电系统，还有电池，一个 solution green energy。 对于2023年，希望能够正式再迈进一步，把更多的好的。 充电系统跟家庭还是现业提供，还有多一点跟两个大哥学习，把那个我们应该是多一点做那个community service， 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一个在这里要多做学习，跟那个UEMEA一起做一些工作。我在新加坡，所以知道这里如果。 能到圣诞可以过来参观，还有咖啡，谢谢。哇，谢谢你。大家好。那非常感谢 Alan 给大家这样子一次机会，也非常感谢 Stanley，让我们聚集在这一边。然后这边的话呢，我要着重感谢一下 Alan， 是 Alan 就是说给了我很多次机会，可以认识大家这么多的一个朋友。原来的话呢，我并没有就一直待在律所里面，并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去接触这样子华人的团体。那这样子 Alan 给了我这样的机会的话呢，我就觉得哦，我在澳洲的话呢，又找就像找到了自己的家一样。 那非常感谢这段时间以来所有人给予我的一个帮助。那我希望大家的话呢是用不到我了，因为我希望我越做越好，但是我希望我的朋友用不到我，因为用到我真的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事情，因为我这边的话是做刑事做家暴，然后的话呢。 我们这边还做一些什么人身伤害啊这样子，我们律所还做人身伤害这样的一些业务，所以我希望大家用不到我，但是如果大家的朋友如果需要的话呢，都可以来联系我，好吧？再说一次，大家新年快乐，谢谢。哇，这太好了！不管是很顺利的发展，都有停滞，大家生活都遇到了很多挑战，但是2022年我认识了 Alan 大哥，然后 Alan 大哥让我认识了大家。 所以我很感激2022年。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整个风格，就贯穿来的大哥的风格就很有腔调。今晚非常的美，在我们2022年最后的倒数第二天，我们度过了非常愉快的一个夜晚。我也希望2023年我们迎新能够有一个好的开始。希望在座的各位朋友都能够在2023年所向披靡，越来越好。谢谢大家。谢谢。非常感谢大家能。 来到我们今天UEMEA举办的这个辞秀20岁迎新的一个晚上的一个晚宴吧。然后呢，我作为UEMEA的一个秘书，两年了，我也是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协会的支持和帮助。然后我现在也是顺利的，就是从学生进阶到律师，然后现在在 Harmony Legal 下面工作。然后呢。
我呢会一直进一如既往的学习，然后在法律上面更加的努力，然后也会回报给我们社会一些做出一些贡献，然后谢谢大家，然后祝大家新年快乐。